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明浩，为这次担任《青春有你》的舞蹈教练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然后现在我正在练习室，对，只有一个人，因为刚结束团体的活动，然后现在是凌晨12:47，我有4个小时练习的时间，因为我早上5点要去美容室，因为今天要飞到香港准备一个颁奖典礼，对，所以我要在5点之前把这段舞蹈都学下来。那我就话不多说，赶紧学习舞蹈了，加油！学习这个舞蹈，首先是想让训练生们可以看我的视频，能尽快的把舞蹈扒下来。然后就是当我教他们的时候，我希望更加准确的可以和训练生们分享这个舞蹈的难处。他们因为舞蹈的基础没有太多，所以会有一些困难。然后再加上这个舞蹈动作特别的多，所以在记动作的时候也是比较难的一个难题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这次青春有你的舞蹈教练徐明浩。今天是我当教练的第一天，我有为大家录了一个视频，对，就是主题曲的舞蹈视频。越努力越优秀，训练生们加油！